我觉得我们做家长呢，要想教育好孩子，首先要做到两点。第二点，要言而有信。你做到了没有？干什么？你答应人家新月月说跳一个绳就给一个游戏币的啊，说放了假就兑现承诺的啊，这都几号了？那小菊夹娃娃他们俩，你说呢？哎呀，小菊夹就去夹吧，何必动刀动枪的呢？好好跟你讲不听，我听。妈，你快点！哎呦我的妈！小菊，快！咱现在听妈妈，听妈妈踢我，没有踢到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，你看。我，哎，你读不读？我，说到底就是想去夹娃娃，对吧？对。来吧，一分钟跳绳，跳一个绳，老爸给你们一个游戏币，谁来跳？我来跳。那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一分钟计时，预备，开始。一二三。六五，六，到，时间到，106个。谢谢，你一分钟才跳106个，106个也很多啦。我的个妈呀，106，确定。来，106个，希望你搞个开门红啊，第一个游戏币。希望有两个。两个。两个两个红。开门红。这个。哎哎，咱们有点素质，知道吗？有点素质。素质。哦。不要跟老爸学啊。你也想加两个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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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你这样能出来？咱那摆了就摆出来了，邪得很！出来！有两个，两个，哎呀，两个！这都出来了，捡起来！哇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哟！这么几十年我也白换了。哟，哎呀，这个大呀！我去，不会出来了吧？肯定出来了。哎呦，宝夹！哎呦，宝夹！宝夹的。乐得多。哎呦，宝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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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贺你！一、2、3、24，106个游戏币夹了24个，还行啊。老板，这个战绩你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要我抓，我抓不到了。老板自己都说他106币他是抓不了那么多的。各位老铁，以后答应孩子的事情一定不能拖拖拉拉的，不然的话挨一顿打，还得请他们吃一顿饭。记住了啊，这个事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。Yes， 今天要不是我大意了，你那衣架能碰得到我，你连我衣服都碰不到。